其实现在不少素食业者都是跨界要玩联名，像是知名的披萨品牌呢，跟新竹贡丸联名要合作一下，把贡丸呢融合在披萨当中。还有一些业者呢，只是选择跟电影携手，要来打造呢独家限定的餐盒。一起来看，刚出炉热腾腾炸鸡，拌入韩式甜辣酱，来回均匀翻搅。撒上起司粉，再利落甩锅，咸香 cheese 紧紧包裹炸鸡表皮。韩式炸鸡品牌 BBQ Chicken 跨界玩联名，这回和国片合作联手。这是您的联名套餐。三大限定联名套餐，蜂蜜蒜味、黄金 cheese、韩式干酱口味的炸鸡，一拨开吸附其中的满满肉汁从 Q 弹腿肉中蹦出，还搭配超道地海鲜小煎饼和海苔冬粉卷。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卢广仲而来的，因为刚好吃完就是下午去看他的演唱会啊。因为我有演《汤马克老板》里面的角色，所以我是一定要来吃 BBQ 里面的《汤马克老板》的联名套餐。支持国片的同时，也得享受韩式生菜包肉、泡菜、蒜片和五花肉，一口咬下，让人仿佛一秒飞韩国。掀开披萨盒，满满贡丸和一粒粒豌豆镶嵌在饼皮上，真的只能用视觉冲击来形容。你以为的凤梨火腿拍摄，这次全改成贡丸豌豆，就问一句，要多狂？因为这种就是很台式的想法，对啊，就有趣。拿破里也来搞怪，和新竹海瑞贡丸联名，被笑亏，让意大利人崩溃的口味再加一。不止 BBQ Chicken 和拿破里很懂玩，顶呱呱也惊喜联名电影《忍者龟》，把门市打造成忍者龟地下秘密基地。素食业者绞尽脑汁，不只得抓住民众的胃，还得吸引饕客眼球。记者薛学华、张晨燕台北采访报道。